有没有乳鸡，我说什么乳鸡，别往这一拉，没乳鸡，不是拉到这儿，他腿到啊，腿到二路还能走，啊对啊，能动能动，你得用，我脚跑搁到地下直接就硬了都，吊着慢了，你用机车给你平举，你跑搁地下都硬了，啊对了，你搁地下不是咬啥吗？你刮个啥？下一半再说，下一半来，下一半顶啊，这一半不说了。不是你得慢慢的看看这那个，你都要手指了。哈哈，都是你都先记着吧，我先看看吧。先别记手指。啊，你记住呗。本来这个炮都推错了，那推到底儿都叫啥了？你不是往地上弄，抖一浆崩一浆都就没玩弄了都。慢慢走，不要着急。这一个人我了。慢慢走。啊，你们叫你大局一不出来，好像你那个是挖坑了。大局呢？大局呢？哎，都是。哎，上去打个枪跑了，那进去不了，进去就错了呗。进去他不还得走跑去？起码你是军演会了不中？咱们老开不了会吧？哼，现在都看着弱戏。啊，非得地跑不中。平平那不是啥吗？嗯。前面都是有点气。这么吃跑？你两个俩，你搁这儿。你叫你说有那啊，没暖气，大大的。这不大呀？啊？那咋会大呀？橘子来吃吧。橘子能装个箱子。橘子多了，橘子吃吧。橘子箱子多了。就是这样吃吧，那不敢打呀，打了打了，打了我打炮翻过去了，嗯，那都多事了，就是几万，就这事都多事了，你看咱个箱子出个局，那是光棍箱，三分的箱，那么箱也不小，嗯，箱也不小，它这门空了，不中了，你他妈的，刚开始就不不中，那么箱还小了，对，单毛还没用，那没用是肯定是暂时，单毛还没用，这个局立马就开了，单炮肯定是暂时是弄啥事也弄不住。人要先出来了，你想呀？那高举车上坐了呗？你那门封着了，往哪出去？谁叫你？你先咱来不着。你出来我就想出来。谁叫你出来嘞？公公桌，你那什么法？要公公，你进军什么的都垮了。用什么呢？在家中了，你是那马子又快垮了。你进军什么的都垮了。直接搁这出来，哎呀，你搁这吃局，吃咋出不来？那个叫出来，那出来。等了吧，把兵一塞又三马了。他们打你不？来老家了，垮了，等着马子又丢了。那走起来，我会走。那走着去，你这不是暖气？那只有只有。哎呀，走，等着往中上吧，我不会走。出来了，等着往中上呗。不是，就三个人。你瞧一下，你这不。你说你的马你咋走了？不要工作便秘。等着往中上，这大佬，你跟大佬是上相妥了，你咋？天气这跟我俩工兵了，这气。穿了啥？鸡巴都那个啥？上马啥好？上马你咋工兵？让你跪着的不是多了？等了等了，没事。等了吧，继续吧。你工艺低。你看你吃。那个太能了，那又能了都。能了能跑完这门关，你咋能？你咋能？你推。管他。就是。真是怎么能跑？他老怎么更厉害了？真的。我靠。那骏马跟那门出不来。等了吧。他能跑了，咋不跑呀？你跑了，你想想，你一回来再吃你了。你不能跑了，等我吧。你不是你都光走，跳高是吧？把这局划过来，吃低跑。谁不骂不中？哎呦，人家还要了。难了，这一分。人家直接打，直接打了。直接打不打不干？你打了有保定的，这都先打了。打了有保定的，咱先出局。你吃不中了，人家的妈！等你得出局啊，不出局不中。出局往哪拐弯了？打了有跑顶着他吧，你讲。那也软也好，他们特出局，我外景，让我点吧。不错了。
连忙淘宝，起码你不是孩子那个要淘宝来进来，要搞入局你能吃人家了吗？之前那做水洗，能吃人吗不？现在他不走人家还搞局了，啊，人家都是站在一条线了，人家往那边想选一抢了，不带你。他抢了哪儿的还有多大劲儿？进一步局先不用理他。抢到哪儿去？跑个司机把这边这都。先进一步局吧，先叫他局先搁这儿，先不用打他。又打回你哦！帅哥，哎，这大局长，大局掉了，哎，你这局丢了，昨天还就叫啥呢？这不掉局的气不好受了，这边我有侄儿，这戏不得着，都看丢了你。你说那是送礼了？这送礼了，强势也不中啊，掉在哪儿不中？他强势我先买奖，你万要是真的做了，都掉着你这，掉了你啥？你啥是？你啥有啥气呀？啥也没啥气呀？你吃不牢我都跑了，我把他死给他杀了，这一弄还不打我就打局了。你还瞧啥呢？你中局了，你中跑了。嗯，打的局了这还。打局了，先不该顶了。上次跑出来点了。他这个局没出来，人家先出局吧，局出来都没事了。这个马上了都，马上了。啊，你一出来他一那一不是直接把炮撵走了。你给你出把炮撵走了，你还你不